这个苏贞昌啊，是最近这几年任期最长的行政院长啊，这个足足当了四年多哈、哦，这么长的时间呐、啊，苏贞昌的这些人马啊你，你你假霸位。好，所以你看到这个警政署长啦、啊，比如说圆山饭店的这个董事长换人，难道不换吗？我我我不晓得大家挑拨离间的功力怎么这么差啊？难道继续做？ 安迪苏在那已经下台了，赖清德都当总统了。苏系的人马继续。所以你看到那个五二零之后，警政署长马上就下来了。那警政署长本来就是苏贞昌的人，那个黄明昭立刻赖清德当换他的人，换他之前在台南当市长的时候，这个台南的分局长他就随便找一个上来就当警政署长了。好，所以你看当年韩国瑜在帮侯友瑜复选的时候，一公想，民进党你假霸位。 对啊，都假霸位啊！你这本来都是啊，你明进弄你假霸位，这个派系在吃嘛，对不对？啊，明进弄假霸位，啊啊，本来这赖清德执政派系本来就雨露均沾呐、啊。观众朋友，你你不要被这两个人转移焦点了、啊。这两个人呢，最后都会投降的啦。没有什么陈廷妃，什么王世坚来自称是奸细，民进党哪有什么奸细？就像刚刚袁志兄讲的，那清德执政，他怎么可能让你有奸细？那你看嘛，就现在五二零到现在两个多月的。 哪一个派系没有糖吃？哪一个派系没有功垫？好，我我就不要再点名了，点名就伤感情啊。有些之前也来过翟轩的节目，那大家都都有分到糖果，都有功垫，这两个没分到吗？王世坚没有吗？陈廷飞你以前的派系，郑国辉没有吗？对不对？林家栋、林佑昌，哪一个没功垫？啊，你你只是在面，你想要选这个台南市长而已，这有什么好好該的？这个这个，他做这种派系的分配，哈。 这种民民进党假不别的，这个不是赖清德发明的。从以前的阿扁总统到蔡总统，他们执政的时候，民进党的派系大家都很和谐啊。那我我要问大家哈，蓝绿白的立蓝绿白的立委哈，谁拿国营事业的补助？我要请问大家，蓝绿白的民嘴哈，谁拿的政府单位的标案？我讲的就是周一扣啊，周一扣不是只有台电拿五十万啊，对不对？还有我我最喜欢讲的台电跟中油的木林基金，谁拿的钱？ 谁拿的钱？这个国营事业的预算，在袁志兄他们这些立委的审核之下，国营事业的预算已经通过了啊。那这个可以公布吗？各位各位观众朋友，台电、中有每年都亏损几千亿哦、喔。然后台电、工中有还有牧林基金，让这些立委、让这些民嘴去拿标案，然后跟你讲说，我亏损，我没有钱呐、啊。你凭什么跟我说你亏损没有钱？啊，你没有给我标案。欸、袁志袁志兄，你帮我瞧一下好不好？ 跟那个什么什么国营事业也弄个标案来给我，我是开玩笑，你不要真的拿。不, <laughs> 不是啊，我我我不太懂啊。那你们你们立委你们到底是把关什么呢？国营事业每个亏损，然后每个预算都通过啦、啊。每每每每天都跟你讲说啊，我亏损我亏损，然后不敢涨价没有钱，然后有一些特定的立委跟特定的民嘴就跑去跟国营事业讲说，你要给我斗妹，你要给我标案，不然我在立法院就骂你。那哪有这种事情呢？那这些东西在韩国瑜当院长的立法院。 有改吗？有查出来吗？也没有啊，还不是一样通过。那所以，翟轩，我的结论很简单：谁拿的？哎、欸，那袁志兄，你当坏人好了，嗯、你长得也像坏人，你公布啊！嗯、不，你你就公布中游跟<我>中游跟啊，你面恶心善哦，<laughs> 那我是面善心恶喽 <laughs>，就就公布啊，就公布。我翟轩，我看这个讲了很多年了，望着这个讲很多人，对不对？是,是是，没有人敢公布啊。 嗯、好，我我可能我我这个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个名单了、啊，因为因为这个这些东西他们蚕食鲸吞，每年都在拿，蓝绿白,白白我是不晓得啊，蓝绿都在拿这个我可以肯定啊。白有没有变坏我不晓得，那就公布啊，看谁拿。观德茂，我跟你讲哈，很多你在电视上看到道貌岸然，每天讲的义正词严的哈、喔，他们都有拿啊，只是都不敢公布而已。诶，这个望着胸说不能得罪棒球迷哈、喔。 可是棒球迷也是让人看不起呀、啊，这个当初的新竹棒球场啊，高洪安做了多少秀哈，结果這白忙一场所谓的新竹大密宝也没事啊哈，这个新竹棒球场这是二零二二年的七月啊，那时候就是刚这个望哲兄提到的林志坚呐，他请蔡总统来开幕，现在是二这个我不知道二零几几年啊。哎，这个是两年前的事情啊。现在应该是八月嘛，对不对哈？ 二零二四年的八月，那你请请问新竹地检署你办完了没？不是你你要嘛你就办林志坚，要嘛你就把案子结掉嘛。那你新竹地检署这是办的什么叉叉呢？我不晓得你什么时候要结案。这一个棒球场你要查两年，高洪安都已经被停止了，你还你还在这个查不出来。所以我就跟你讲说，你去谈台南那个案子哈，我是觉得也不会去查了。台南地检署连那个陈忠燕的小云都查不出来。 这个我昨天跟大家讲说，台南的淹水哈、喔，我跟大家讲，我们明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治水预算编的五百五十一亿，这个不是特别预算哦、喔，这个是编在中央政府的这个总预算里面，会不会再追加，会不会再用特别预算，我是不晓得。可是大家我们看这个之之前七月底的这个这个台风啊，好，高雄淹的很严重，我我我故意把它放大了哈，谁拿最多？二十年花的一兆，台南的前瞻预算是最多，台南是最多的呢，哎。 台南的本熊灾呢，对不对？那我请问你，那治水的这个这个，你继续在淹水，那你钱花去哪里？你分到最多的钱，然后还在淹水，那我请问你，那在清德你要出来啊？戴清德你要出来讲啊？为你你的本命区为什么拿到最多的钱？然后呢，台南没有台风，只是雨大的一点就开始淹成这样子，谁谁要负责？我我我之前讲高雄的部分，我很不高兴，我点名的这个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 那我请问大家，国民党在台南有没有市议员？好像也有呢。那国民党的台南市议员在干什么？国民党的这个台南的立委都是民进党的，我知道。那可你至少还有市议员呢、啊。你这些台南淹水的、台南这些自水预算，不是就像你们刚刚提的那个什么什么人工草皮、什么天的，那不就是你台南市议员应该去监督台南市政府吗？还是我们在台北在那边光啊嘿嘿，给我光吹拿专播？那你高雄市议员呢？ 台南市议员呢？这个翟轩，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那个游署会发的一张那个邱宇轩很多保特瓶的照片哈、喔。我后来去查，你知道吗？那是去年的照片呐、啊。我看得我假牙都掉下来了。你去年的照片你还贴出来？那今年淹水淹到这样，那你的照片呢？邱宇轩，你还跑去跟谢谢要洲连线？连什么线？你拿去年，我我想说这照片是哪一个乡寒拍出来的？结果是去年的，我看得快气死了、啊。 那你们这些国民党的台南市议员跟高雄，你没有立委，没有市长，长期被民进党执政，你这些台南市议员跟高雄市议员，领导爱爱自立自强啊，为什么民进党的大南高雄做个战样烂，林佳琪完被选李玉东选北掉，为什么？因为你们更烂啊,啊！不然你要我怎么解释？民进党做的很烂啊！好，我先骂民进党，民进党做的好烂，那你为什么选不赢？你因为你更烂啊！不然我要怎么解释呢？呃，听到元智兄跟望仔兄两位这样子哈。 我就觉得我们国家哦，是非常的危险呐。这个我比我刚说翟轩很资深，其实我比翟轩老很多哈。这个二零二零一零的事情，望哲兄跟元志兄，你们还记得吗？十几年前的事情。哎，焕元兄，你又在讲以前的事情的。杨淑君。哎，没错，哎，但当时是怎样？我们要去告南韩呐。嗯。吼，南韩把我们的这个跆拳道的选手做掉，什么电子蛙违规啦，被判失格啦，什么的。观众朋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当时是马英九当总统，行政院长是吴敦义啊，大家怒啊，不会比你现在这个那个，因为我们直接被干掉啊。对，啊，那结果是什么？我们撤告，我们跟南韩道歉，还罚了五万美金呢、啊。然后呢，然后全部的人就跟叉叉一样龟缩起来。哎、欸，啊你，你们是被被干南韩仲裁，被干南韩输啊。可是跆拳道国际这些什么组织是谁在控制？都是南韩在控制的。啊。 南韩就就恐吓你啊，说啊你你如果再告吼、哦、我，你们奥运就不要打了啊。结果我们就当我们就我们就当龟孙子的、啊。所以翟轩，你们刚提到这个事情，我是不晓得袁志兄跟望哲兄你们了解多少。可是我觉得这种民粹当头的时候，我我的看法反而跟两位不一样。我认为赖总统这没有你的事情啊，你是总统啊，你不是体育署长啊，你怎么知道真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对不对？你不是粉丝。 我们选你出来是治国，不是叫你去看奥运呐！奥运我们看就好啦，你在蹭什么呢？那翟轩，我们的奥运的成绩如果这样子就要办游行的话，那大陆怎么办？大陆我看放十天好了，他大陆的金牌这么多啊，大家都放假好了，对不对？香港的金牌都比我们多，我们就要庆祝庆祝什么呢？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是不是每次遇到这种运动赛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台湾好棒棒？像那个四大运啊，当初郝龙斌去争取四大运来办。 柯文哲当台北市长说：“你怎么留个烂摊子给我？”结果我们四大运的成绩很好，柯文哲就跑去蹭了。我们那时候不是也办游行吗？嗯、对不对？那我请问大家，我们四大运的成绩这么好，我们奥运的成绩为什么这么差？因为四大运是我们是主办国，我们都挑一些我们比较厉害的项目，所以我们拿了很多牌啊。然后就觉得我们像体育很强，哎，我们也很强嘛我们连香港都不如啊。 不要再玩体育了，不要再用用这种民粹什么的。我们的选手有什么委屈，有什么仲裁什么的，我就拿这个例子告诉大家。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我们全国都吞下去呀、啊。我们看到南韩，我们抬得起头吗？南韩叫叫你道歉，你就道歉；叫你赔钱，你就赔钱；罚款就罚款。 对不对？那我们我们得到什么？我们的选手有获得什么？最后你你记得吴敦义怎么处理吗？吴敦义就跟那个那个金门事件一样，找一些企业借哈、哦、募款，然后把那个奖金给那个。